我来一。你别闹！信我，我这人就擅长总结，就给我一个字就行了。我们试一下那边的一号怎么样？你等会儿。娜娜，我给你一个就是忠告，不要站在迪哥旁边，由于那个水被溅到。随机惩罚对方的两个人，也就是我们这边的杨迪和谁？也可能是杨迪和杨迪。好，来喽，180队，请答题。加油啊，瑞姐！哇，好，有点紧张。请给王鹤棣起一个可爱的别称。来，开始。我的好弟弟，篮球高手，老大哥，老大哥，两个字，王子。哦呦，王子，一个字，仔。我是不是擅长总结？可以。我只能说这个队的人物关系非常混乱，有个人既是老大哥又是仔，因为不能同一个意思嘛，是吧？好，接下来到了我们来3、2、1，开始。脸上胡乱的拍，没事，把把都有我，放心。大哥，你要不要问一下是谁摁的一啊？不用想，肯定是弟弟。不是我，不是你，不是你，我只是无情的去那个执行了这个操作而已。谁让你操作的？我不能说。哎呀，还真是个仔呢。好，下一题来了，迪哥加油啊！听好题，请你说出你比丁程鑫优秀的地方。脑子反应快。哎呦，脑子反应快。会弹钢琴。哦吼，比他老。他老，他老。来，我老。哦，比他老什么？什么？哎呀，这个我觉得我替小丁说句话，这是把不按二号说不过去。是的，但是五号也得按。为什么？你让我后面的工作人员歇会儿吧，五号陪一下吧。哎呀，存着行不行？咱们存个五个一起啊，一起按。哦哦，行啊。你要是存不到怎么办？对啊，不可能。不可能。哎，你们的机会很有可能来了，这题特别难。难一点。加油。请说出照镜子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。3、2、1，开始。一把大呲花。又长痘了。刮胡子。帅气，强。我问一下弟弟，你照镜子能照出自己很强？对啊，健完身嘛，健完身去照镜强。攒到四个了。好，很容易嘛，就差一个了。四个了哈，有点强啊，我们有点强啊，没灵过。哎，弟弟，帽子都没戴上。个儿不大还傻。加油，让我们按一次。到你们，一个浪漫的题目，告白的时候会说什么话？准备。这一个字找。3、2、1，你看我好吗？想喝奶茶。你饿吗？爱你。你把我的说了。亲。亲可以啊，可以。傅龙飞是这么表白的，对，他比较直白。哦，是吗？你真了解我。不是，你是跟客服表白的吗？亲可以啊。亲，我看了迪哥那里。我亲。
你不要把我作弊的事情说出去好吗？这个就一有提示，二不够准确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觉得刚好就可以罚一个球，刚好装满五个，刚好给你们凑五个。你是做生意的吧？何老师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吧，可来，咱们一人一个，赶紧结束这一切，来来吧，被他们真的攒齐了，我天！好，来三、二、一，走！哇！哇！哎呀，怎么了，迪哥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冷，反正。不错啊，不错啊。好。太快了啊！再接再厉。下一题就不存在任何的主观判断。这一题呢叫做剪字唱歌，就是我会说一个歌手的名字，请你们每个人用剪字的方式唱同一首歌。首先依然是这个一八零队的题目，请听好。这位歌手我们都很熟悉，他呢也刚刚去做客了蘑菇屋，他就是毛毛毛不易。准备三二一，开始。一杯敬朝阳，一杯敬月光，勾起我，勾起，多唱一个字，多唱一个字，你唱三个就行了，我唱三个字，溜出来了，溜出来了，应该是提示的人多唱了吧，我都不会，那你还毛血旺？有一种说，幸亏弟弟在前面挡着，还好他是，你们是现在就还是攒着？我们就是。活在当下，开心就好。攒什么攒啊？等会儿，来个这个，好，来个这个，这个。妥了，我还以为有些人良心发现，放过我一轮。来，下面这题很容易，它有非常多。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，比如说请唱一首林俊杰的歌来。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，来请注意，林俊杰，三二一。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的心，刚刚猜题，我们押题押对了，真的假的？对，我刚才说练习一下，林俊杰，我们也押题。押谁？下一题应该是什么孙燕姿啊？这种有可能。第一天我看见。第一天是啥呀？莫文蔚，慢慢喜欢你，慢慢。OK 好 OK。慢慢的亲你，慢慢和你走在一起。对，没错。攒着还是现在就搞？攒着，先不按，攒着啊，两个了啊。好，来喽，注意，孙燕姿，三二一。第一天我存在，第一次呼吸长，快站在现在。你咋听答案都能听岔了？刚刚不压的不是这首歌吗？刚刚是莫文蔚，在孙燕姿刚刚里面压了莫文蔚。来吧，我的。哎，作弊是不是得罚一个呀？没有，何老师，作弊是不是得罚一个？作弊当然可以罚一个呀，对不对？当然可以罚一个。好，来啊，三。二一，走起！傻大个。好，最后一题啊，腾格尔，三二一，蓝蓝的天空，星星，晶晶。哎，错了，蓝的天空，静静的湖水，不对的呀，是这样的，
中间你要自信的接下去。蓝蓝的天空，静静的湖水。哎呦！好，来吧，惩罚可以惩罚，来。就是其他四位朋友除了迪哥的可以离开了。我们是一个 team， 走吧。然后这样好不好？我在这来回走，你们随机转。对。好，来，这里来呀！哎，我往这儿走，哎，来，哎呀！胡乱的拍，乱乱的命运在看你浑身一块，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。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，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捉拿。好，在刚才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好六加速队一共答对了三题，哦，这么点。然后我们一八零队答对了五题，哦，所以一八零队可以得到更多的积分，也就是40分。好六加速队可以得到20分。